觉得藉由这个节目可以去认识到新的朋友，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在这么简单的行程里面，我们却玩得这么开心。我觉得重点不是说我们去了这里，而是说我们一家人出去玩，然后得到的感受。下来，下来，下来，可以了啦，很多了，下来了。我觉得这样好不好？因为小杰等一下晚一点会回来，嗯，然后我觉得我们留一点给他吃，好，然后其他的我们拿去给里长，好，哎，对不对？尊亲睦邻，聪明啊。对，我们拿去给里长看有没有人要吃，然后就请他发，好，等一下叫他广播。心意最重要，好，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庙，然后就是我们放在那个庙前面，嗯，然后就让那个居民去拿，好，好。我树上顶多里长伯在哪里？里面。村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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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村长了，村长，见村长。Hello，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村长吗 ？Hello， 请问谁是村长吗？对，对，对，谢谢麒麟，摸不掉，摸不掉，摸不掉。村长先生在哪里？村长在这边。村长，村长，村长。麒麟带领我们来送你们吃，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跟随跟随。而且我们想说，如果旁边的村民想吃、居民想吃的话，都可以欢迎来吃，我们自己宰的哦、喔，是麒麟爬上梯子宰的。恐惊呢？恐惊呢？就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无锡村，无锡村有龙眼，有把龙眼，请人来吃龙眼，在无锡村西山庙里面，无锡村西山庙里面，欢迎大家来吃龙眼，谢谢。欢迎来吃龙眼。村长，你先来试试看。我们拔的，我等一下跟你合照可以吗？跟我们一起合照啊！可以啊，你要吃一个看看，就第一哦。好，先发给其他。好。姐姐们来吃龙眼啦！姐姐们，我们摘的，姐姐们来吃龙眼啦！刚好吃，很香很香，我们摘的。哎，有袋子啊！这是我们现摘的，其实它很甜哦。哇，来来来，这个你先小心了，谢谢谢谢。嗨，龙眼，阿姨你要不要？吃一点，很甜哦，很甜的。对，我知道，谢谢。转交给那个，转交给村长。来来来，好，来来来来，一楼，来，三，二。麒麟，等一下是不是要走了？对啊，我等一下要去苏澳找朋友，听说要去补一下，是不是？补一下，补一下，要去补一下，补一下懵的，补一下懵的。得了奥运金牌，目前对你来讲有什么困扰？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度变高，就是大家对我的爱变多，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专注在我的运动表现上。对，就是因为我还是应该说，我本身还是运动员啦，就还是希望可以带给他们更多比好看的比赛。其实就跟我们当艺人一样嘛，我们当歌手应该是关注在我们的音乐上面，然后当演员的应该是关注在他的戏剧上面。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粉丝心愿吗？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以唱一句情歌。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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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知道，我知道，小乐来起 key， 他跟着，好不好？不是，要看他。重点是，对啊，要看麒麟要唱什么，对对不对？哇，我们这最后就这样，今天真的有这机会啊！对啊，我很好骗，好嘞。哦，我好心哦。哦，我很好骗。我很好骗，哎，你是？不会。你看的音乐，我来听，哇塞，这首歌我不熟，哇塞，歌手在，哇塞，你来，我很好骗，再一次，我有点紧张，好，不不不，不不，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三，我很好骗，对爱太渴望变成死穴，哎，我不会唱，会唱，然后会唱，哎，那个。如果你等下去苏澳回来，你如果无聊的话，可以来唱歌就可以。对，真愿意，好开心哦。那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就是打完奥运，然后得到金牌，你有什么想要做的愿望？对，但我要想要真认真想要看一场演唱会，我还没有看过演唱会，真的假的？真的还没有，一场都没有。那你想看怎样的演唱会？就是炸的啊，像顽童的啊，或者是小乐队，对对对对啊。还是之后我们就这几个，我们为你办一场。好，我们办一场，一起唱歌，我就觉得很心满意足。就办那种比较简单一点，办椅子啊。你要办演唱会，我们随时小乐的演唱会也可以上去啊。去看演唱会不是看？对啊，我知道，听演唱会，听演唱会。不是你来了，我们一定会把你 Q 上来的。你唱那么好听。不是你刚唱的那句，我有吓到哎！你是真的会，一听就知道会唱歌，就是爱唱。平常就是在车上或在厕所，每次就乱唱。你感觉是钱柜那种会，哎，我要点这首，点这首。就是一开始说可能就哦，不要，然后就一点下去，一唱。OK 啊，谢谢，谢谢你今天来，谢谢。对啊，恭喜啊，还是要再恭喜一下。恭喜！金牌麒麟。麒麟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对，然后没想到还来帮我们摘龙眼，就是我们的金牌选手，对，实在太意外了。你知道麒麟因为才刚拿一个金牌，所以他的魅力无法挡，连这些平时大概不看电视的伯母都只认识他，你就知道他的那个魅力到底有多大。对啊，我们都会聊天嘛，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最近都在干嘛？然后说，哎。八月的时候要来宜兰，然后我就到这边的时候，我想说，因为刚好那天小杰不在，没有那么高的人，谁要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直接带麒麟，我说：“哎，兄弟，你可以来帮我摘龙眼吗？”因为我也很久没看到他了，然后我想说，就是找他来，然后聊聊天什么的。春哥邀我来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节目。然后就什么样，结果没想到来的时候都是熟，就是都是看过的都熟人，然后就觉得哎放心不少，我就觉得，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很快就融入大家。这些人有点对我来讲就是有点那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因为平常都在电视节目啊、荧幕上看到，就觉得说怎么就是突然就跟他们真的有交集，然后可以成为朋友，就觉得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类似那种小粉丝见到明星的感觉。所以春哥那时候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当然好啊，当然来他看看大家啊，对吧？我们。约那个流浪狗之家是约几点？三点，老板娘会到那。钟妈妈，我们有一群人想要去你们的动物之家当志工。是，不得露天广场店嘛，好不好？好。那时候钟妈才一走，我的狗才睡醒啊，才刚刚睡觉。我们是男女一台吗？对啊。对。好。哎，待会见，是那个毛宝贝公园哦。那好。走啊，走吧。就是我们说男生一车，好像可以讲一些什么？对啊，你对果果的印象是什么？就是很活泼，然后很好笑，这样。对。然后我没想到他游戏这么强。哦，很被电。他昨天超强。我不想再跟他玩游戏。小朋友。乌龟翘。乌龟翘。黑白。我觉得他。游戏有点他其实很聪明，他很聪明，他是个很聪明，他其实很聪明，是因为乐观吗？
乐观吗？没有，我觉得他个性感觉就这样吧。对啊，但是我跟他聊天聊一些其他的，可能也很比较正经一点的东西，我有发现他是一个其实头脑很聪明的人。对啊，头脑很清晰。对，他是对他如果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会很深入研究的那种人。会花时间。对，他会花时间研究的。然后他搞懂了，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这样好像很乐天康康的，但是其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你觉得小猪呢？小猪，哎呦，小猪我是一直都不熟，但是这次也是真的算是跟他相处最多的一次。小猪我也没有很熟，但是我是觉得他有点吵。不是啊，那个吵是感觉他好像一直。我觉得应该算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所以他好像要用这些事情来，用讲话或者用很多事情来掩饰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恐惧。哦，我懂你意思。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就是我看到的你的感受样子是这个样子。跟大家最不熟的人应该是他，所以他可能也想要，就是他可能会用这种比较会用这个方式去，因为他应该也比较陌生吧。对，对大家来讲，他对相对上，那如果他可能就是这个方式会让他比较有安全感，但他是一个真的很热情，他是真的，因为这种东西大概你弄个两三天，大概就可以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对，像昨天因为刚好我在跟玛莎聊天嘛，然后那时候小猪就一个人还在厨房。因为大家也有吃一点宵夜啊什么的，他就一个人在厨房收那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整理垃圾。他说，因为这个是他真的是他喜欢做的事情，蛮特别的一个人。像这种就是好相处的，很好相处，非常好相处，非常好相处。那大元呢？大元就那个样子啊，就跟听到的跟看到的是一样的。听到他什么？听到他其实是一个蛮认真的人，然后也蛮聪明。我知道这个人是他那时候上大学生的妹。就我那时候觉得她很漂亮。是啊。对。然后那时候他出血真的蛮大，现在。就没想到，没想到，居然可以跟他共事，傻爆眼。然后我没想到可以跟他一起工作。对对对。哎。大元吗？嗨。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十几岁而已。那很早哎。对啊，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没怎么变，就他一直都是一个蛮，也是蛮活泼，然后蛮热情的。然后他是真的没心机的一个人，我觉得。婆婆，你有去过那个了吗？流浪动物之家了？没有哎，完全第一次去。你那么爱动物哎，可是我很爱跟他玩，但是我不太知道我可以怎么帮他。我也觉得，所以我都是捐钱而已，或捐饲料，没有这个机会。饲料我也不会，因为我根本没养过动物，我不太知道说我要怎么买到适合他们的，然后或是怎么挑是健康还是好吃这样，所以我就是都是固定捐款。那你们这几天我们住下来，有没有觉得哪个男生特别细心？我觉得都很细心哎，其实。No。 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因为其实我们用看，我觉得啦，对我来说看起来最大辣辣的其实是春哥，但其实春哥非常细心，真的。春哥就像婆婆你坐这里，婆婆你不要吃吗？关心大家。对，就是所以，然后其他男生就是本来就是很暖男那种，后来发现春哥原本感觉是那种酷酷的，结果春哥也很暖男，而且他好会做菜哦。对啊。然后他昨天晚上也是默默地在那边又做了一道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只是说我好想喝汤，然后他就打开冰箱说哎。我看一下，好，我知道了。然后他就做了一碗很好喝的番茄炒蛋蔬菜汤，好厉害哦！而且春哥还说你去把它喝完，不要浪费。我昨天有发现就是小乐贴心的一面，就因为昨天不是烤肉东西蛮多的嘛，然后我就想说一个人先把它整理完好了，我不想要隔天会臭，因为都是食材。最后我就忙完大概2点多，然后我就跟小乐他们说我要上去睡了，他说好，那他也要上来了，然后他就默默说其实我们在等你做完我们才要走，想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也陪你好了。
突然瞬间觉得，天哪，我也是很谢谢你，然后就超级想哭，就是觉得他应该会比较在乎他自己，但其实没有，他其实有在观察所有细节的一切。我们的男室友都很棒，男室友很棒哎，都可以结婚了。原本想说坐在这边，难得我们一车要讲那么坏话，结果都没有。对啊，都是好，怎么讲不出来？我觉得靖伦就是。也不知道他的手到底是哪会是哪一种，好像有一种一点点界限，对，一道墙，就是感觉没有办法了解他真。我们在跟他聊天，他都会有一种适可而止的感觉，有种保留感，保留感，真的假的？我反而觉得他没有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酷的角色，对，就是很。像我们有时候就像小乐就很好理解，对，然后搞笑啊，活泼啊，然后春哥就是暖暖的，然后很有威严的感觉，对啊，我们的那个老大就是也是很好笑，温温的，对，然后他温温的，那进来就是会一直有不同，他有很多不同面相，对，他有时候突然就开始很纠结，对，然后很执着，有时候很放，有时候就突然觉得他不会讲的话，他都讲出来了，对，所以老大比较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温温的。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都是很感性的一面。我们之前还有去六福村玩，就是带他的小孩跟我们队员一起去玩，因为没有任何镜头嘛。那个东西是就我们眼睛直接看到，就是你完全可以觉得他是眼睛非常多爱心的在看他的小孩。对，他是帮他穿外套啊，然后戴那个公主的那种发箍啊，然后照顾弟弟这样，然后就一直说弟弟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我其实很少看到爸爸会是这个样子，真的，对，这有点像奶奶，爷爷奶奶家才会有的那种，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是都一直对，我给你看那照片，真的是超有爱。昨天看到那个老大那样哭，大概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样子，对，他的眼里吸引着他的小孩，真的。前面对，狗狗，他们都蛮大只的，小心，都很大只，这不太好走。我非常的怕狗，这边都是大只的，小时候遇到狗一样。我小时候被狗追啊，对，遇到那种大只，而且要跑很快，对，然后我都会离很远，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没事，我照你。我觉得春哥，春哥没事，走吧哥。我觉得这是春哥的挑战，我们跑。我妈妈 ，Hello。妈妈，哇，不小只哎。妈妈你好。不小只哎。嗨。小朋友。我们今天，我们一起上来可以吗？叫春哥，快点，哥走了。春哥很开心 ，OK 了。你最后一个，他们很热情，他们其实很，他们是开心的，他们尾巴一直摇是开心的。门要帮我关，门要关，好开心，小电话，好乖啊，他们是，好热情哦，好家哎 ，Hello， 我妈妈说这边要尽情放心，嗨，好乖哦，哇，都很大只哎。就是会比较稍微，也不能说脏乱，就因为太多狗了，然后被关在笼子里面，然后他们都比较没有那么自由，我就会很难过，所以我会一直有这个恐惧，就是怕再去的时候再看到这个画面，我会一直忘不了，我回家会一直想到。我是好不容易才跨出这步，真的是因为有就是家人的帮忙，因为我又很想要去当志工去帮助他们。我先在外面好好看着你们，我等一下再进去。他长得好像熊哦。没有，我真的很怕，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大。我能来这边已经算很好了。求恐怖啊啦！我等小杰一起好了啦。我真的很怕啦。首先很谢谢你们呢。不会。来帮爸爸当我们的志工。好。等一下呢，请你们把你们的香奈儿贴布，你们要先挂起来。好。然后你的水固定放一个地方。好。等一下你们要帮我很多嘛。好。好不好？好。
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跟我讲。好。然后呢，每一只狗都非常的亲善。嗯。好。如果有一只黄的、胖的，好，那只叫黄黄，那只不要摸。啊。好。大家都可以。好。好不好？然后呢，今天的工作呢，就要麻烦你们。好。好好好，会很辛苦。不会的，谢谢你们。不会。谢谢多妈。坚持一下。嗯。我这边呢需要两个人。好。好，那儿子你们留下，我给小美女。好。小美女。我们三个。你们三个人。好。先来做这个动作。好。我呢，第一个我要先请你们先帮我剪一些布。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布是我头场非常需要的，我们就用这个布来剪狗大片。哦。剪完之后呢，我们会消毒。好。地板的狗大便完的地方会消毒。好。看多妈的。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好不好？好，猪妈妈，我们要剪多大块的布啊？好，我们先有一个范本，好不好？好，然后呢，就这样抓哈，然后不要太大，就大概这样子，大概，还没走到差不多。哦，好，一个正方形。然后呢，然后我那边有一堆被子，好，搬过来吗？对不起，这边的被子。好，这边小心哦。好。好，折一折，好。我折一个小辫子来帮我。我来，我来。我可以放在这里折吗？对。哎，可以。好的辫子啊，好。分类。请你们帮多妈放到这里。哦，好。好。剪完之后再加入别的行列。好，谢谢。谢谢。儿子们来。先来准备，那我先去剪好了。好，那我们来折。你们两位壮丁呢？等一下呢，这只狗叫皮皮。嗯，它是一只项圈，它以前的脖子那个项圈是烂在里面的。哦哇！所以后来妈都收留它。嗯。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的床垫换一下。好。换一下完之后呢，我们需要手套，因为那个会怕会伤到你的手。好。然后呢，请进来。这个抬出来，这个抬出来，然后下面要扫干净。好。啊，皮皮，皮皮不紧张啊，皮皮。好。我其实蛮。哦。帮你刷一刷。好。然后这边要扫一扫。好。小心不要碰到水。我妈妈你讲。哦，一样，用力把它刷下来，对不对？刷下来，按你的小心。好，那不用用水，是不是？不要。等一下，这个平放之后。嗯。好，平放之后，这个。再拖一拖，好，平放拖这个上面是不是？好，好，你拉我拉下面，哎，好，然后走，然后再这样那边。这个走到那边，那我们先放着。哎呀！好，拍手，不要吵架。打扰你了，打扰你。儿子，你这边没有灯，有灯吗？妈妈有太阳能，没有灯。哦，有太阳能哦。太阳能这么酷，这么厉害。妈妈这边靠的都是太阳。这么环保。是的，好的。妈妈要拖是不是？这时候好来拖一下，儿子拖一下。不要太多水哈，因为这边小。OK， 好。那怎么会想说要用太阳能？因为这边本来没有电，没有水。哦，所以之前都是。我妈都是在头灯摸黑的，需要很多感谢的人。那你摸黑这样子工作多久？工作十几年。十几年都摸黑整理。是，太阳能是最近的事而已。哇，那之前主要都是这样。太辛苦了吧？手电筒啊。头灯。哦，头灯。
小杰，哎，春哥，春哥还好吗？我被定格了。你有点害怕是不是？对，我有怕。我觉得就是还是先让他们熟悉一下我们，因为我不敢乱动。你也不敢乱动？对，因为狗还是要真的要熟悉一下，我不敢乱摸，真的。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哎，这里还有，就是在里面吗？对啊，要走进去吗？他们都走进去啊。春哥要跟我一起来，确定吗？嗯，你 OK 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站着就好，不要动。我一直觉得这是对大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反倒来。是想要突破自己的那个心房，因为今天家人都在，我想说就是如果我因为狗然后而不跟他们来，我自己觉得我也会有遗憾，所以我想要就是陪伴着他们，然后顺便突破自己的心房。对，朵妈妈，哎，你好，你好。对，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第一个你先把背包放下。好。儿子你也是，你帮他忙，帮他把背包放下。好，好来，孩子，不要进来，我等着卓妈带你们两个出去。这是一把镰刀，你叫我你们帮卓妈除草。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拿着，然后谢谢。卓妈再拿除草。好。出哪边？等一下，卓妈会拿桶子给你们。好。拔草。好，没问题。等一下割的时候小心，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在草上面大便，所以你就稍微扫一下。没问题。好，好不好？好，来加油。要多大片？说真的，我也是有点害怕。怎么说？因为我还不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好大条，我就是怕这种大狗。你看隔壁那个柴犬，我不怕。好，可以吗？可以。放比较矮的地方，好像平均分配，对不对？那先放好。好，没事，拿来不着。好。好，那现在呢？拜托一下。现在我要把这两面压在下面，所以需要你们帮忙。压在下面，压这里吗？还是？我要固定。好，那现在你们帮我抬。抬起来。好好。一、二、三。好，来，请扶方。好，踢个远帽，踢个远。好。好。完成。谢谢哥吗？现在哥对不对？他们加入了。好，现在呢？好，镰刀人一人一把。好。这个草呢，割完了之后放进来，一个树木了。好，再拿过来这边。哦，那这边倒、哦。这边回收。好。OK。那这一片都是要清掉的吗？好。OK。亮丽啦，好不好？好，可以，没问题。等一下，白雪公主会加入。好，先出发喽。好，加油！非常感谢你们啊。哎，怎么了？我刚突然想到，怎么了？我刚都还没看到你，老大，你回来了。我出现在很久了，做的对啊，做的太顺了，都忘记了。什么意思？我已经存在在你们的生命中了。顺利吗，老大？早上？我觉得还蛮顺利的，就是
算我人生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对，是一个小里程碑。对啊，以后可以讲给我女儿听。当年爸爸还是陪伴着你，到处跑来跑去呢。好棒哦！谢谢。这些布都是人家捐的吗？这些布都是人家哦，真的哦。对啊。然后我把它回收。那你那他们平常的饲料是也是捐的吗？如果有人捐就好啊，如果没人捐，我们就要自己买。哦。去哪里？去你的粉丝专页还是什么的，就可以有。没有粉丝专页。哦，真的。那怎么捐？那如果我们想捐饲料怎么办？可以啊，可以啊，我欢迎啊。好。对啊。好。好。所以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就是找到资讯这样子。网络上卓妈比较不懂，好，要捐的话可以了，跟卓妈讲一声哈。好，然后你们就到。好，好，差不多了，很好，哎呦，太棒了，谢谢。卓妈，那你每天都会来这边吗？对，这是我的每天的工作。啊。有其他人帮你吗？还是我们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完成？原厂的话自己一个。哇塞，是的，辛苦了，哇，很辛苦，一整天就忙。早上会有请一个工作伙伴，嗯，我妈身体不好，嗯。就癌症完之后，对，体力很差，对，就早上请一个人帮忙。嗯，卓妈这边有很多志工来帮忙。真的，你之前在就是养病的时候，你也是一样一直来这边帮忙。我就请一个人。你这样可以，你这样子，哇！有了，刚才那时候有志工们，大家知道说，但是看不出来，你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对呀，很好，谢谢，谢谢。真的，不能倒，因为倒的话。这一块地是花了2年，跟政府争取。哦。那当然，这块是政府的国有地。对。啊，所以呢，没电没水。可是现在你看，卓妈太忙了。对。问我还缺什么？不缺。对。很谢谢你们。哎呦。哎呀，白雪公主。嗯，这个男生会跟你讲什么歌？好，没问题。什么歌？就是像我们听到歌那样。对对对。好。哎，这样吗？所有的草，对对，就是像这样。所有的草都根要从根去，你就是从翻开来找到根，对不对？然后一把抓住之后，直接去。大家速度慢一点。因为刀很利，好，认真要小心，你就抓上面一点，然后好，连在地上的肉，可以用拔的也可以，好。我很开心，我来了这趟，非常，也谢谢大元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让我有机会来，那当然来之前我的想法当然是觉得能帮助狗狗，不管是打理环境也好，或是我能付出一点心力也好，我也很开心。小春哥蛮特别的，对，就是他真的其实很害怕狗，然后他那种反应我是真的能感受到，我也很能体会，因为我之前被狗咬过之后，我也是像他这样。但是我觉得春哥今天很勇敢啊，就是能至少能够进去，然后狗在旁边穿梭。小帅哥，其实卓妈跟你说，这个狗场呢，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因为这个狗场是教学狗场，对，所以呢，没有，因为我小时候被追过，对，那种很恐惧，对，那种恐惧还在，对，所以呢，当然在外面的狗我们不要随便乱摸，可是这个狗场的狗，因为我是他们的妈妈，我知道他们的个性。所以呢，这边的狗你尽量放心，好不好？所以我来客服啊，没有，所以我才跑进来。我已经给你打100分了，这可以啊，我过关了，谢谢啊，春哥，谢谢。春哥的摸摸毯，不用，不需要。踏进来，我能踏进来已经，对啊，都很亲人。疗愈犬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就是那个狗，它可以看起来疗愈。对，像这种狗的话，你随便乱摸怎么样，它都不会抗拒，不会咬你啊什么。这边的狗，你都可以跟它讲话，因为我每天都。
都跟他们讲话，嗯，我说妈从进来到那个，然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就知道我是不是在，我是高兴还是我是生气，他很乖哦。所以帅哥，你放心啊，如果你想克服这么多，妈这边随时欢迎你。哦，好，好不好？我进来了，他就可以进来了，现在已经达成了，谢谢，很棒，是是是。那首先呢，朵妈很感谢，很感谢你们，短短的多少时间，你们把我国场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都做完，再次的道歉，不会，没有，不会，不会，谢谢，辛苦辛苦，朵妈尽量啊，尽我的力量，化腐朽为神奇，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个垃圾山，对。可是太多的贵人来帮我，好，来帮我搭建成一个狗舍。以前不是这样子，以前不是这样子，以前是非常简陋。即使简陋，我也让我的狗住在非常干净的地方。真的，真的超干净。所以它这个地板都是铺过的。我早期我都是用站板，对，用站板铺。那为什么你们看到他们睡觉的地方都叠起来？怎么样？是因为我这边会淹水哦，最近下大雨的时候，就是潺潺流水哦，哦，然后求爱的托妈的不要那边死，对，因为夹带泥沙下，对，所以很辛苦啦啊。然后可是呢，虽然不是很好，很优质的环境，可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窝，我们今天很感谢市政府帮忙，对，这里我托妈29年来没有一次狗是收钱的。嗯，都是跟我有缘，然后大家有关系，所以说有一天，卓玛也会把这一块地很诚心的谢谢政府，给我们一个安身的地方，然后呢，卓玛会很感谢他们。可是我很开心的，就是说，在我年纪这么大，我还好了，卓玛61岁，在我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我生病，之前呢，我全力的救很多人。因为被一个有癌症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你都不知道。那我希望在我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我好好的把这些口罩。那我现在能够尽我的力量，就是把这个狗场整个开放，然后让关心流浪狗的人，哦，爱护动物的人来做生命教学。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愿望。那这一条路走下来，我希望我的钱也不要白花，我的健康也不要白花。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小小的一个地方，影响很多的年轻人。我今天用力把你传播出去。感谢，感谢卓妈妈，你真的很会，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广场做的传播，好不好？卓妈，你放心，我们会用力把他们把这边宣传出去，真的辛苦辛苦卓妈妈，谢谢谢谢卓妈，谢谢卓妈，辛苦你了，谢谢，我们可以抱你一下，没问题，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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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谢谢，辛苦了，你们都好有心。卓妈妈真的很伟大，然后很谢谢她，谢谢她愿意把她的一辈子贡献在这狗狗身上。我知道我是可以的，我也会在我往后的日子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去当志工。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我一直很想要收养其他狗狗，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怕我养回家了没有这些时间可以照顾，会害了它。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有钱的捐钱嘛，那没有钱的把时间留下来去上网搜寻，不只是卓妈妈，很多流浪狗动物之家需要志工，帮他们一起分担一点点心力都好。哦，卓妈太伟大了，30几年没办法想象，以前他那个在摸黑的时候照顾这些狗是怎么办到的？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帮忙卓妈。对啊，哇，哭了。最乖的，我也没办法喂它。心情很复杂，我应该这样讲，真的很心疼啊，因为三十年，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去这30年，然后这么辛苦的，一开始还只有头灯去照顾狗，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很辛苦就算了，然后另一个感动是大家愿意帮忙，然后能够让这些狗狗有可以很安心的地方，很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一个这么好的主人陪伴这样子。我觉得我对于狗有点复杂，我非常喜欢狗，但我小时候有养狗，但因为有一次
因为就我自己也那时候很白目，就有一次开车带他下来喂完他食物，我那时候急着好像想要找朋友，对，然后我是开了门，我自己关了车门，我人就走了。啊，因为他在车上，他很乖，他都很安静。然后大概过了半小时，我想起啊，我蜜讲呢，他叫蜜讲，我的狗呢？然后后来他就不见了，然后就找了两三天，从我都没有睡觉，然后没有找到。然后从那次之后，我就当然也没有再养过狗，然后。因为也觉得很蛮恨自己的，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算数一数二遗憾的事情。但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今天来这边，我收获非常多。太好了，哎，是人吗？没有吧？可以可以可以，好吗？好逼的。我今天要去学校。要去哪里？去学校。我想要成为他们心目中很棒的爸爸。我一直很抗拒来这个地方，大家给我勇气，给我鼓励。谢谢，谢谢你们。比较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因为我是独生女，也没有这样兄弟姐妹，所以这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真的是每天好热闹，就好像就是一家七口的感觉，这是我很少会拥有的一个感觉。打弹珠哎，很好吃，打弹珠。其实我们也找一个朋友来，差不多了。哈哈哈这个三号，三号，三号，那这个明明就不好打，看到一起去啊！哈哈哈哈哈，多扭曲呀！睡感觉好气哦，对，不用练，真不客气。啊！五百！哇！哈哈哈哈哈！没有人拍照，没有人拍照不行啊！啊！哎，怎么样？还是要拍一下，还是要拍一下？不要闹，不要闹，我会怕，我会怕。好，哎，留着，留着。你好，你好。哎，这个很多素材可以用。但是你都是里面运气。我本来没有，不是啊，我真的是。好球，他都戳到，他动不到。我的确是赢在运气。好，我到，该睡，睡一睡。真的，真的。他明天很早。晚安了，各位。啊。没有，没事。好，因为这半年都没有打拳击了，然后我想说就借由考教练证这个事情，就让我去再重拾那个拳击的感觉。好，我再把这个撕掉。好。
我们其实都有想出，就是要让一直跟春哥说加油什么的，但是到最后已经就是大家已经各自要回房了，然后好像只剩我跟小猪还有老大，然后老大就突然提出，哎，我们要不要写个做个海报什么给他这样？我当运动员来说，我觉得我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家人支持，我觉得这是我们给他的力量，要不然。我们又不能去陪他考证照，没有办法陪他旁边，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出发前，我们给他最大鼓励，让他出发这样。不是重点是那春哥嘞，重点是春哥。吵醒，春哥不是还在睡吗？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得要把他叫醒吧。对啊，他不会自己起。其实我们叫太怪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拿那个，然后顺便把他叫醒。要吗？给他惊喜，然后也把他叫醒。他会惊吓，他很想睡觉。而且，不然我们。叫他起床这也不错。对对。真的嗨嗨。杨全奇这样照开始啦。哎，谁画的面包？哎，好 Q。哎，这个可爱。我们的村长考试，考试加油。谁？面包村的村民。来，我们各自加油的话，这个最没心。真的，这边加油加油。他原本昨天只写这样。村长加油。这个是。说了，亲爱的面包村长，什么都难不倒你的，因为有我们陪你。Love you， 这温馨派的，我也以为要，好吧，没有各种啊，对的，都有。好，这个最烦他们的村哥，不管结果如何，在我们心中永远是 number one， 我爱你，元仔。麦克春春，太春太麦克太春，好不好？麦克太春，麦克太春，厉害。太春，春春。等你再叫回来，乐蒂与你同在爱心。我觉得我们要叫他起来，因为十一点要到。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叫他，因为他总是要起来，也要 settle 一下。哦，对，拿个证照也要帅帅。帅帅，要拿帅证照。OK。我要第一，不管他，你先。你老大。你说我先去摸他的，对对对，你先摸他。没有，你要用拳击，他是考拳击的。对啊，你要拳，你要来拳。对，轻轻的拳就好。你要揍他。你可以，你可以任何方式。好，走。Thank you.
不是，你比我早餐重要。而且我村长加油啊！村长加油！加油！加油！够够！我要起来了！还再不起来要拔腿毛哦！好是啊，你们一直在这边都躲起来。好。对对对对，又没穿。是。村长加油！加油！等你带证照回来啊！没错。晚点，没拿到就先晚点见。哎，对，刚刚老大说没拿到证照回来的话，你的惩罚是要穿小可爱。对，学长好，有点过分。好了，好，我们要走了，加油，川哥，川哥加油，川哥加油，加油，川哥加油，代表面包车。不给春哥，你对，春哥你这个要带着，这我们的心意耶。对啊，你要放到你的车里面。好，这已经是一张证照了。我跟你讲，我不要真的就拿去车上做珠宝。好，所以好感动。那我们陪你。那你给我卷起来。哎，你小心，不要卷起来往里面哦，还是不要不要卷。哎，这个是那个有颜色的，是会对，你要知道，对，不要碰到就好。好的，好，长官在看，是长官来看报纸。好，拜拜，村长加油，拜拜。加油。不是你们没睡觉在老了。那我可以上去，我真好累。好，大家载歌声回去睡一下，等等见。那他们一去楼下一下。借一点点。自己做蛋饼啊，蛋面糕很好。阿雪还是，因为可能以前他开早餐店，他比较会用。嗯。我今天有一个事情想做，哎。什么事？就是因为我女儿。那个生日也马上要到了，所以我自己想亲手做蛋糕送给她。哇，好啊！对，因为之前她生日都几乎是买蛋糕，那我们在家里其实都会做一些小蛋糕什么，但他们都很喜欢吃。但是你知道，在外面买那种蛋糕都很有很可爱。对，然后又很华丽的那种造型，嗯，然后他们每次看到都很开心，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在他四岁生日的时候，需要亲手做一个很厉害的蛋糕，让他很开心的那个感觉。好，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你都没听到，我刚刚说什么？说什么？做蛋糕。你怎么听得到？尾声啊。家里的设备是 OK 的，做蛋糕，我觉得可以耶，因为我等一下上网查一下需要什么材料，我尽量，因为我们有烤箱啊，嗯，对，然后对，然后我们应该，可是要采买一下，应该有这东西，对，我觉得需要，因为一些我自己是想要有那种
有点偏公主，对，没错。小女生最好有什么小缎小缎带啊，然后什么一些造型的那种。这个我们帮你选，这里有那叫什么？我们去书局买，就是一些气球啊，或者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那类似那种。爱心喜欢我们小时候喜欢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喜欢粉红色跟蓝色 ，Elsa 的颜色。对 ，Elsa 的颜色，对，然后。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助，这样没问题。我觉得装饰品我们就去买，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帮他做那个蛋糕体，但我们这边应该蛋糕体，但应该要有蛋跟面粉。面粉，对，我觉得先我现在先查一下需要什么东西，对不对？给你们搅拌，打奶油的那个器，没有了，搅拌器。那个需要，但是那个。如果有电动的买电动，没有的话。如果有电动，我会买电动。那把它打到手断掉都。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卖电动的。好，那你有想要做什么口味的吗？大圆，我放一些东西。我自己有想法，就是我想要锅子的，因为我做千层。什么？千层。千层原味。哇。对。你有做过吗？其实我觉得千层很棒。其实我没做过千层。像那个铜锣烧的饼皮，就不用去一层一层叠上。不用一层就好了。哎，这个，你说哦，这个可以叠一层。没有，我要那种很梦幻的啦。我们等下去买才买一组，可以可以可以。哎，我们可以。我找一些样式，然后。对，你说我载你们去采吗？对，我们请医生，我载你，顺便克服我们的那个困难。你是不能载人，他是不能起身，你就载我，然后他自己扶我拍他。你不怕你有生命危险吗？怕，他相信，他都相信静伦了。静伦很有责任感，你也是。我可能没有那么有责任，你带了一条人命呢。好，没问题。国民健康操。其实蛮少机会来这种地方，出门就是山。那就是在种植，看不出来。哇，火龙果哎！第一次看到火龙果，种的。原来火龙果叶子是长这样，我都不知道。哎，这不算哦，这不能吃哦。哦，好吃啊！哦，原来是这样哦，很会保护自己，很痛很痛，大家碰到火龙果不能乱摸。我大概有心中有点想法，然后我其实也稍微上网看了一下，我应该会做原味千层。原味千层。原味的，对，因为那个其实小孩子不要吃太多巧克力什么的。对，不要有太多，对。但是我又在考虑，是不是生日的时候，给他们吃一点甜的，因为在家里他们几乎都是少油少盐，这么健康。对啊。哦，哎，这里有完整的食谱哎。对啊。五个鸡蛋，我来记啊，我先买。好，你帮我记。好，五个鸡蛋。五颗鸡蛋，然后65克糖。哎，我们家里有糖。后面有糖，砂糖，砂糖可以，砂糖，然后盐应该也有，好，然后香草精，然后再来是低筋粉，低筋面粉，其实他是很喜欢城堡的东西，然后加上气球也不错，爱心，对我他一定要爱心，他喜欢爱心，然后缎带蓝色的缎带或粉红色的缎带都可以，然后。一些小装饰，对，因为我
他一定要在就是蛋糕上面写上他的名字哦，可以。然后一定要买那个，因为他今年是四岁，四岁，好，四岁，这个可以。哎，他这样会超爱爸爸吧？这看不出来是什么。你好，你好，叔叔，这都是你的、哦？对对对。哇，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我住在这个民宿。哦，这样子。对啊，来这边跟我的家人们来玩一下。哦，这个是什么啊？你这样一束、就是、啊，把它包起来。就是那个帝王，那个番石榴，帝王番石榴，番石榴，嗯，哦，番石榴，对，帝王。哇，但最近不是这个季节。有啊，然后家里有给你个车出院吃吃看。真的？认真？可以吗？那我可以过来吗？可以，你拔给我，现成的。哇！这个可以吃啊。谢谢叔叔。哇！我没吃过现摘的水果哎。谢谢。三个够，叔叔够了，可以，真的。谢谢，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唐北岸。唐北岸，嗯，谢谢叔叔。谢谢。我顺便也带回去给我家人他们吃一点。好，谢谢叔叔。别，再见了。拜拜。拜。叔叔拜拜。都是。这些也都是。对。叔叔拜拜。太热情了，哇！出来总是有收获，回去分享给他们。其实我好像也没什么吃过番石榴。其实我台语不好，我不知道他刚讲的是番石榴，应该是帝王番石榴。那怎么感觉很像芭乐？还是其实番石榴就是芭乐？我们要不要找小乐？他不会去外面不见了？对耶，把他叫起来，在外吃好。小乐在外面，他吃了吗？还没啊，他说他去拉筋，然后拉不见了。不管我煮。好。吃饭喽！你去哪里？我超屌的，我跟你分享。我不知道，这叫霸王番石榴。你怎么会有？阿妈送你的。对。真的假的？我刚刚出去晒太阳，想说出去逛逛。然后嘞？对不对？结果呢？20号，你去摘芭乐？现摘，认真现摘。真的？这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芭乐。对，然后我就，他跟我说是番石榴。啊？番石榴就是芭乐。番石榴就是芭乐。对啊。番石榴就是芭乐。我现在才知道。是哦。啊？这里的人太热情了吧？真的，像我的油也差不多。人超好的。还是他知道我们是，我们来吃吃看。试一下。好。好啊。因为我没有吃过现摘的水果。先这样。够吗？不是吧？可以。大家试一个，拜托。好。哇，刚摘又是温的，很不错哎。第一次吃温温的芭乐。除了是温的之外，哇，好甜。我喜欢软芭乐，我也喜欢软芭乐。我也喜欢这种，会不会是？它有点像牛奶芭乐，所以等一下是你们三个要去采买。没有，哦，就我们三个，还有一位男丁，还有一个男生一起，一个男丁。好，那。哎，对，你是女生。我本来就你们这组的。对啊，女生必须来一下吧。嗯。要有人待在家里，因为我们还要稍微整理一下，里面要拖地啊，干嘛擦桌子。不然你选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得力小助手的人，就再帮另一个人跟我们去。好啊，采买跟打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我觉得看起来静比较会打扫。哎，其实静人，你可以静人的那个你想做事情画画，那不然静人打扫交给我，你专心的。我们要差不多要走了。好，够，我们下去。差不多要走了，对。走吧。出门要小心哦。好。在车上。你应该跟我讲吧。是我的东西好乱。走吧。0938，也是我们要骑的。0938，那就小猪的车。不是718，是我的。你就38了啦。那你们，我先给他，因为他不敢载人。好，
那我先自己骑吗？你是应该还是我直接给你载？你有没有信心啊？可以啦，我先骑到那边看看。好，可以。因为你要骑，你要坐上去，把那……我要坐上去。你，你，啊！对对对，可以吗？但是你坐的比较好。我帮你，好。啊，龙头瞧一下位置。哇塞，这台怎么那么重啊？这台算轻的了，走。真的假的？帮我拉。真的。还要帮你拉。好重啊！这边一定是下坡吧？好重哦！等一下哦。哎，我发动了！哎呀，我发动了，我可以帮他了。好，加油！你先举去前面。你的口罩嘞？哦，完全有口罩。等一下，你跑跑去啊！哇！等一下，你跑跑去啊！哇！小心哦，轻轻的。我觉得有点危险，怎么办？好热哦！哎，我觉得我自己骑是可以的。没有，你的那个恐惧是载人啊。哎，太靠近边边了。跟着你好对不起，好哦，我没忘记你有阴影了。我本来以为果果也有可能骑，所以你跟小猪的话，怎么我选你走？怎么这样？太好了，去吧，好，你坐在这一台，好走，等下那里有你，可以，没事，可以起步了就可以了。右转哦，这边右转吗？对，是求给女生载过吗？我没有女生，剩下的真的没有。好，开始了吗？第一次给你了。好，这第一次我会让你失望的。Let's go！ 我很顺啊。OK。好，蛮稳的，反正你不会给我压力，慢慢转。这样怎么打方向灯？这样对。好，哦，你 OK？ 可以，没事，慢慢找，安全最重要。其实这台车蛮好骑。哦，不用了，我有，现在开始有放松了。哎。没事，可以，好，顺着走，现在大路就比较好骑，有比较放轻松了。对，我们带路哦。你们带路。带路，你会觉得很晃？不要再乱带。哎，你看我们很像在环岛哎。耶！你有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一直在晃。那路本来就不平，没差。是我的问题，对不对？你只要有速度，怎么晃都没差。好，不用怕，不用怕。好晃啊！为什么啦？你吹快一点。你确定不是机车的？吹快一点就不会晃。不是机车的轮胎，不会，本来就是这样。很棒，可以。放轻松，没事，放轻松。对，我放轻松，对，肩膀放轻松。很棒啊，很稳呢。好可怕。但我现在有放松很多了，可以，有感觉像自己骑车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市区是60嘛，我们慢慢的，好，慢慢的加，从20到30，好，再到40，好，很稳，好，好凉啊，好凉啊。我觉得现在怎么样？没有人打扰你，好，可以好好观察我。你这句话，你讲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意思，对，没有什么太多意思，只是想表达。你早点讲，只是想表达，就是真的很安静。哎，话说那时候在全明星，我们不是在打五人制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到那个什么。中间我们大家一直都普通打招呼，然后对，我们是刚好那时候你每经过是弄一下我笑，对，你跟那个姑姑对，然后呢没有啊，我就觉得蛮好笑，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很熟，对，其实没有到的时候，对，不太会讲，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在一起练习，对啊，然后见到面也没有很一直在聊天，对。而且我们两个也算是比较安静一点，对。所以你们会觉得来到这边突然变得很热闹，但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对啊，就是好像有人讲话也不错。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啊，就是我们两个会安静到爆。就是应该说就是你会做你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做我的事情。对。可是我
你如果太爱自己，你会想要有人找你聊天吗？我还蛮喜欢，不是蛮喜欢，就是蛮适应的。你有觉得我们就是这一次跟我们一起来的女生有什么你很不习惯的地方吗？还好，我是因为我们从小训练几乎都是男生，嗯，男生跟男生，就是我们宿舍也都是男生，然后。长大之后也没有真的怎么说跟什么一群女生有一起住的习惯这样，所以你我觉得我习惯了，我觉得还蛮虽然是真的你知道蛮吵，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的。我觉得其实我喜欢热闹，可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看热闹的人，跟我一样，我也是，我喜欢热闹，但是你可以不需要在旁边讲话，对，就是你不是主导的人，对，然后像有小乐这种担当的，你就会很乐于去听他讲故事，然后去对，小乐是小女孩，她是女孩，她很好笑，真好笑。方向灯吗？对，好。哇！我看到了，可以。好多车哦。好，那你先下车，我再去停车。这生活馆呢？对啊，就是这个。我们要在这个哦。我们要先买一些装饰的。这边都可以停吧？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可以。没关系。OK， 会踩吗？会。好 ，OK。哦，终于到了。完成。拿现金去。好。这很适合哦。什么东西呀？蓝色的。这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给老大带。对啊。哎，有爱心气球哎。哎，可以。好，拿一个。这棉花糖放上面，我觉得很漂亮。对，那棉花糖，我觉得买两。哎，是爱心吗？爱心，对，是。好，一起吗？都买吗？这两种都买。我觉得可以。就是花，很多小花。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这种小的，可以拍一些字什么。OK， 好。玩具的话。这个感觉可以送他哎，一辈子都记得蛋糕。他一辈子都记得爸爸有做蛋糕，然后这是之后可以玩的，对，纪念。我觉得这个可以买，我觉得这可以吗？好啊，可以啊，可以买哦。我们要不要买个彩蛋可以玩？我们有哦，哦对对对，我们玩大游戏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好。那那蜡烛哎，你们蜡烛可以数字的还是这种？感觉这种几只几根粉红的，好可爱。我觉得蜡烛可以选可爱的，不是。今天快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买。还要让它不要像城堡，不要买。我们现在先买，不要再买之后用的。这个好大，有事吗？没有，我跟你讲，我知道，我难怪我要跟你们出来，走了，快点，你们不要。有事。等一下，我们要做那个城堡。好，这个可以。这个有他的名字，阿姨啦。好，我们两个一起买嘛，对不对？好，还是要这个颜色，只有两个颜色。交给你了。好，我骑太慢了。不会。
糖 OK， 盐巴。对，盐巴 OK， 好咸哦。盐巴 OK， 牛奶 OK， 等面粉、鸡蛋 OK， 大概要准备好了。终于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只有我们两个，开心，耶，回家啦，恭喜回家，精挑细选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没有打给你，想说我们可以选一堆让你挑啊，是不是很棒？辛苦了，辛苦了，不会，哇，哎，你应该留着的，谢谢，好，感恩。那是什么？谢谢。我已经稍微准备了一下，准备一些需要材料，是不是？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也迫不及待来看，很着急。大家洗手，迫不及待上。洗手，尽量保持，因为不知道做都要做多久了。终于回到家了，还是家里最温暖的。真的，家里好舒服，好棒哦，好凉哦。你看我买超多，还有这个，你可以带的，还有那个。我带吗？你们都可以一起带。来看一下，一克盐，五克香草精。我们想到你真的不成功，我们还有一个蛋糕可以备用。我一定会成功，你不要小看我。好渴。小乐，你会做蛋糕吗？千万不能叫我。我有做过。没有，我觉得你要帮你。不是，我绝对可以帮你，但是。品质不保证。爆香炒一炒。啊，再丢进去煮。然后等一下还没讲完，你就听我讲完。哦，我你真的才忘记了，还一听完就忘记。老大，我也可以帮你，我做过，但是我是做假的老奶奶柠檬蛋糕，我没做过千层。好，没关系。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因为我也是手忙脚乱中。你的奶油准备了吗？我可以先把你切好。要，可以吃掉吗？要几克？我的奶油要啊，我可以帮你打蛋哦，这种。这个要打90克。90吗？对。哎，可是两真的。好，那我先切。好像250。打蛋。OK， 打蛋。好，你打一下吧。你帮我倒好给我。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做蛋糕吗？我第一次帮我女儿做蛋糕，等一下我看一下。对，先这样。你会吗？我会啊。你会做？我没有做过千层的。是啊。但感觉千层就是没有那么困难。对，它的步骤比较繁忙。你小时候有那种，你有印象，就是家你的生日怎么过吗？就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然后有一次我爸爸在我生日的时候特别来台北，开车来台北载我，然后去文具店，然后叫我挑我想要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把我载回台北的时候，然后我在厕所要准备洗澡的时候，我竟然坐在马桶上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就是其实内心深处，就平常虽然说就是还是很幸福啊什么，但是讲真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哎，其实我也我小小的遗憾，就是我真的也，因为我从小你知道，我国小毕业，我受训的关系，我就到了台南，然后就也很向往，就是你知道大家像什么全家一起过生日，对，然后或是毕业的什么，就是大家都在出去玩，然后我还一个人练习啊，因为从小就要练球，对，练剑。那你爸爸妈妈想去看你吗？哎，那时候我离家之后，然后因为我们都在集训，就会压力很大，然后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家人来看哦，就是感觉好像一个安慰来了。对，所以那你看到家人的时候会很想哭吗？爆哭。我当然会哭，但是我没有在他面前哭，就是你不像他们担心的。对，没错，因为他是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觉得我对我的童年真的没有什么
印象。说真的，就是不断的一直打球。嗯。好香哦！我这样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哎，我从来没有将家人替我做过蛋糕哎，所以我觉得你女儿会一辈子放在心里。哦，这个很值得拿来跟同学说哎。就像我是也是给那个奶奶他们带大的，所以我就是很想会逃回我家，就是我想要去我家，我不想要待在阿嬷家。嗯，我就是很希望我有很像一般人的正常家庭。对，但我不会特别因为单亲什么的啦。但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我的那种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然后那种什么家长会啊，从来都没有家长来过。哎，讲到这件事，我好像对这个也完全没印象哎。那你有跟你妈妈分享过这个吗？你说，就说你小时候，有我小时候都在哭，我说我都，但他们是真的有点过分啦，就是他们真的太忙了。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我因为我以前是学表演的嘛，谢谢。所以我那个就是毕业的时候都会要有都有表演，嗯，然后有一次好像某一年的，我就邀请他们来看。他说你国中了，好傻眼。可是我觉得你要想，你妈妈是这么忙，做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为了要养你。对啊，我觉得我以后就是小孩子的生日，我都一定要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觉得就是爸爸跟子女，如果可以当成就是姐妹啊，或是兄弟的那种关系是最好的。对，就是希望他在学校的生活，对啊，就像朋友妈吉一样，可以跟家人分享，这样很幸福。对啊，这样他才不会欺骗你，他有什么交友的情况，什么都会想跟你聊啊，因为你就像他朋友一样。小乐，你刚才不是说你那个你也是单亲吗？目前都是很都有继续就是继续联络，妈妈联络之类的吗？当然，我是在台北，我是跟我妈咪住，那跟爸爸每个假日都会吃饭啊，我跟我爸爸非常好。真的哦，什么都会跟他说。我帮你发文 ，Daddy。对，我都叫他 Daddy。如果真的要讲，有一点点遗憾，也许是因为我爸爸是医生，所以很忙碌，嗯，那的确还蛮少时间陪伴我的。那为什么你们还可以这么就是关系这么好？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对我的教育吧，嗯，就是他给我的感受就是今天反正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跟他说，然后对啊，就是要这样。他一定，他怎么样都会挺，他怎么样都会挺我。嗯，我父母虽然他们也是人，嗯，不可能完美。说真的，父母做还不都第一次，对啊，谁有那个经验？对，就是不可能完美。我一定也有不小心被他们伤害过，可是至少他们给我的感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定在我背后支持，会保护我，会支持我。我的父母已经给我这个感受的时候，其他不完美的部分对我来说就都还好，不重要。嗯，嗯，哇，哦，这个姿势焦酸哦。你说。你如果讲厨师男女的比例，应该也是这样。哇，好像很有样子的。哎，好像很有样子的。哎，不能。对不起。没关系。不能刮。不能刮。不能刮。整个被喷射。对。整个被喷射。不好意思。真的。我要先憋在没关系，你没出错，我还觉得怪怪的。想说今天怎么那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想说今天怎么那么完美？哎，太奇怪了，太奇怪。哎，我们要收垃圾了。三点半了。好，三点半了。好，拿出去，拿出去。Oh my god！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么准时？我听到声音了。真的假的？他准备要过来。我们会不会被虐？不会吧，我们。回收的好像要丢。你们有这样等过垃圾车吗？你小的时候，对，我好像没有。我没有。很酷哎！你要帮我们记录我们倒垃圾是不是？对啊，很可爱。好酷哦！这辈子这些就这一成人就这一次了。没有。可以摸到了吗？你好漂亮哦！喵喵喵喵喵喵！来了来了！哎，我们要丢。果果上车，回收的要丢后面。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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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里还有，快快快！
回收在后面。这个，哦，这太重了。这个也是垃圾吧？对。这保特瓶在后面，这也是在后面。这个放上去就好了嘛。对，这边没有收。哦，谢谢。哎，纸类今天没收。纸类没收。对，纸类没收。今天纸类不收。对。哎，小心，小心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玻璃没有。玻璃今天没有。好好。玛丽过来。玛丽。可以可以，他会避开。他脚受伤了，小心哦。纸类间没有，玻璃也没有。那我们先放这，没差。明天应该可以。我觉得不会，不是，反正这会飞走。我觉得它可以已经越来越轻，对，它已经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小黄，小黄可以摸吗？哎呦，小黄不能摸。玛丽。你抢镜头，哎，这样子，玛丽来，嘿，超可爱，玛丽来，闻闻，没事没事，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连哈利都会这样跟我做朋友，你看这样很舒服哦，对呀，你看你看你看哈利这么棒，对不对？这个他的脸超好笑，他应该这样是开心吧？对他也比较敢靠近了，嗯哼，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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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摸到你了，哦，你看你应该没事嘛，摸到它了，嗯，好棒啊，好棒哦，很棒，可爱。哎，我还没跟你说，我摸到玛丽了。摸到玛丽。玛丽现在还跟我蛮亲近的，我有点不太懂。直接这样摸玛丽，她就是会凶的那个。玛丽不能摸吗？不能，你摸过了。玛丽不能摸，没有 A 了吧？总没有人跟我讲玛丽不能摸，要求。这样很不一样哎。那我该摸了。他昨天摸了。我早就很早。他刚傻眼，他说玛丽不能摸，怎么没人跟我说这样？对啊。玛丽，没事没事没事，你要进来吗？你要进来吗？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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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没事没事。哎呦，这好可爱哦！我直接开始好了。好，我如果家人有做这个给我，我会很开心哎。超级。真的吗？都没有家人这样帮我做蛋糕，我们都是直接花钱买。这个是奶油吗？啊，对。要挖回去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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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我们就不用这么厚。I'm so sorry。我再补一点，这要怎么弄啊？蛋加什么？这蛮复杂，没关系。不用再补了吧？对，不用再补。量很难抓。对，没错，我先把那边这边擦掉就好。我没事没事。先抹布也拿去擦。对对对对对对对。先把桌上先擦。只是想要救蜡烛，结果毁了一波。没事，上天有他的安排。瓜盆。真的吗？瓜这怎么念？到底怎么念？瓜勺。你要进来是不是？我这个，哎，现在我们的垃圾桶是在这吗？来，我这里。哇。我放一下啊。太大火了。哇，好香哦，鸡蛋糕的味道。对。哦，已经在煎蛋了，是不是？哦，需要。你要洗吗？我不用，我洗完。怎么了？什么情况？我想用这个。太厚了，是不是？快！太破掉了。什么什么？现在的皮破了。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我知道了。可是你快点，要我筷子，要我筷子。对，要是鲜奶油要怎么搞？我看一下手机，我就忘记了。我现
小心小心看啊！哇，你们两个是天才，有吗？应该好像不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越来越上手，超级，而且重点超漂亮的。现在已经变圆的喽，刚刚都是一些长方形啊。刚刚有一些破洞，现在已经完整了。哦，哎，这好漂亮哦！小心烫到啊！打了，对。你抓的诀窍了耶！哇，我好厉害！我也觉得哎，真的吗？可是我是认真的，因为我没做过千层蛋糕啊。那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就直接奶油。涂奶油，然后拿一个盘子。对，要拿一个盘子。另外一边，完成了一半。你说那边的有？哎，我刚摸到玛丽嘞，啊，怕冷，先让我摸。你不如去上个厕所。我来，我先不要动它，它真的很烫。对对对。那有人旁边那么烫的啊？没关系，好香哦！越上面的越好，越亮。我就要把最好的留在最上面，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上面吗？上面。对。啊？我等一下再选一片。哇塞！鲜奶油感觉会不够哦。那好像不会在。好像是不是？是涂上去越热就融化了。哦，没关系，我们这个是手工的，出来什么样子我们就接受它。好，想吃对不对？不行，这是我女儿的。好笨，我觉得我做的真的蛮好的。哎，各位，我跟你讲，怎么样？我要完成了，很厉害吗？真的很厉害。我吃一口，吃一口。我觉得是真的糖加的。哎，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布置了。好，我觉得你不要移动它了，好了。好。所以我们是要放在哪里啊？放在这样吗？这样好像不够高，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这个就是里面酱，然后有城堡的感觉。哦，有哎，有哎，有点城堡。啊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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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还有个 A， 你可以用。这个 A， 这个 A， 这里还有一个 A， 这样就两个 A 比较一样，要不要？还是 I 也用这，这样 L 不一样。L 不一样还好。啊，不要那边。想想看，我都可以试看看。还是这个比较 I， 这可以怎么做成 L？ 我想想。我觉得可以。就这样吧。因为对，他十岁生日。看要哪一个？我两个是。我知道。我觉得他彩色是不错。好，这是一个城堡。对。刀子在哪？有小刀吗？刀子都放在。刀子，刚好刀子放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拿一根，好，不好意思，这里，放在这里。糖果要粘的话，可以沾奶油粘上去，沾奶油粘上去，或者是这个棉花糖，对，就可以粘上去。满天星的感觉，可以，爱心。哇，有，惊人，快完成了，对呀，阿姨啦。欸、很不错哎，这奶油很好吃哎，超可爱的啊！自己讲，对啊，自己讲，自己讲，自己很满意，真的很感人哎。再大一点吗？哎哎，不错哎，哎，这样子，哎，可以哎 ，L 超可以耶，你好厉害哦，真的，哎，你的小心一点，哎，不是，哎，好强哦，谢谢你，尽力了，尽力了，很强哎。有哎，可以算完成了吗？对，快完成了，好可爱哦！可以了，可以了，完成了啦！这样给他找一个竹签还是什么的，对不对？好满意哦，是啊，好像是你女儿做给你的一样。对，哎，可以可以。啊，这样好像不是我生日哎，好像是一个大。没有，你是他的王子，对，然后是小公主。千层蛋糕好了，我爸可以这样，真可以，这个真的超感动，对啊，真的好感动。好，我们收一下，我把这个像那个蛋糕装起来。好，好，好。谢谢你们陪我完成，不客气，意外的。那晚餐交给你。我女儿准备要生日，我刚好有这个时间，好像可以做一些好像很可爱的东西，然后送给她。我很想看到她开心的那样，就是大家帮我完成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些是大家一起完成，在我心中是有一个
很珍惜的这个部分。我现在在录全明星观察中，十四天都超级无敌多监视器的，我房间就好几个，然后我就压力很大，脸是不是有点暗沉，而且是不是长痘痘啊？就是这里没错，这里。你等我回去，我们再去打球。OK， love you， bye。希望我们立即预约。医生你好，你好，我是小猪。小猪你好，我是艾尔利的罗医师，我看你皮肤现在有点泛红。嗯，最近晒伤了。对对，你的目前还在一个比较发炎的状态，就一定要加强保湿。等你皮肤目前的状态痊愈之后，我可以来打皮秒哦，来改善您的您说的一些斑点、痘印、肤色不均，还有毛孔的问题啦。对。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些晒斑，然后还有我的这些痘疤，其实我皮秒后，我几天可以出外景啊？皮秒基本上打完是没什么伤口的，它就一点点微红，所以它对于您这种会去阳光下跑外景的女性来说就很适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外景的时候，长期也有久站。那久站的话，其实有时候脚会有一些浮肿，或者是有一些橘皮，那该怎么处理？雷射提雕就是让你的腿部线条更紧实啊。就很多模特在拍写真照之前都特别来做。那我之后再去艾尔利找医生啦，谢谢啦。我没问题。以前我阿公他们就会用腌那些芥菜，然后变成什么酸菜啊、梅干菜，但是我有点忘记那个味道。那我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玩一腌萝卜。我那个时候一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对，就是这个味道，我就觉得真的好想念他哦。这个过程、这个时间都是我跟我阿公两个人的，是我跟他的回忆跟记忆。你是不是哭？想到阿公吗？很多这种回忆啊，其实都是跟阿公阿嬷才有的。我很想玩水，因为现在好热。哎，好像我们不去泛舟，哎，以前只有跟我家人出去国外才有机会泛到舟。我去能不能出发？你这一趟过程发生太多有趣的事情。今天有翻船吗？翻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的确有脑袋空白的可能一秒钟。这七个人一起坐在同一艘船上的时候，哇，我们刚经历过了一段生死浩劫。本节目由艾尔利集团冠名赞助播出。